那你来干什么？我到这儿来，当然是为了搭建我们两方之间友谊的桥梁。你的意思是，大战真的可以避免？ 当然可能了。其实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两个人，特调处的赵云澜和沈巍。只要你们能把他交到我的手上，我可以考虑。可能现在就撤军。 此话当真？绝无戏言。怎么？他们对于你们来说，不早就是没有用的弃子了吗？你们要以大局为重。会考虑的。很好。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这世界很酷。